欢迎各位来到光明优贝中国梦之声，我们的歌。各位新生歌手，你们好。接下来几位将依次进入密室，分别与四位前辈歌手进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第一轮盲选初配。现在请抽取各自的出场顺位。Lady first。哎，不要这种重任呢、啊，我告诉你，听天由命还是比较好。你要这个吧。哦。嗯。接你第一个。这个是我最怕抽到的数字。说不定他们搞不懂规则，以为我用了变声器才变女生呢。你上去就说：“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Guy， 来自五多。”来自五多。哎，那我也去，我也来自五多。你也可以啊。来自五多，大家好，我是 Guy。有请第一位新生歌手前往盲配间进行表演。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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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小顺哥留给我，好吧？好。Hi， Hello。像是女生吗？哎，请问你的代号是什么？水冰月。水冰。水冰月。你。今年几岁？我33。33？对，87年。你被模仿了。哎，你再告诉我们，你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呢？来自五多。什么？啊？来自五多。五多。类似水喝的很多，喝多了。对对对对，多喝水。你现在看上去像一个太空人一样。我吗？对，因为我们这里看不到你的细节。哎，酷！你看他的动作，和春哥一样，这样 ready to rap 那种。我今天就是供着春哥来的。你们哪位是春哥？我是陈小春啊。他不是陈小春，我才是陈小春。啊，这么多人懂讲广东话。你喜欢哪一个？哪个啊？你不要讲这么多了，你被人听到了。那就请你表演吧，谢谢你。声音很熟悉呢。很熟。对啊，嗯。